常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服务频率，欢迎走进春来书场。本栏目由常熟朝阳门诊部特约赞助播出。常熟朝阳门诊部是常熟平价门诊部，倡导以疗效说服人、以价格感动人的人文理念，特邀上海各大医院的专家长期坐诊，引进大批国际领先水平的仪器设备，专治各种男性病、妇科病、胃肠病、肛肠病、肝病、耳鼻喉疾病。常熟朝阳门诊部地址：枫林路151号，电话51531111。朝阳平价门诊部，老百姓的健康俱乐部。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里，继续播送长篇谈词《顾鼎城》，由周建平、张建国弹唱，请听第20回。顾相夫来公平，首先是要主人的确好裁定，把你研究出来。但是顾鼎城的女婿不是别人，谁是林主任？是要当然非常高兴。你想想，本来个张屋子，乡下人的被告，兵部府的原告，你哪对得过？再是个猪油，也是糊涂鬼。土同的一个，财迷心窍，这林子不要有人害的呀。虽然我们要保当不平了，到底力道自家晓得不懂。现在还在。林志文是顾鼎城的女婿嘛，老他是出然对那门独龙家，但是希望朱玉哥能够优雅冷漠，你能给沈相夫妻摆在他报名的呀，他女朱继坤的呀，就死谁去呀，把那个头名昆山朱玉不肯相信，因为那啥心情用个记忆来出卡都吃都为地下没事啊，都要走出卡那个腹地缺心机啊，我上那个道啊，林志文总得他当地一里也不办，一没地也不办，为公过那个女婿的一个中日期的，你这个当我主持谁来放一放，我也来的放在林志文一定要公道西铺负责，妹妹叫兵部府没个太凶水，我做得回来的了，神仙神仙要领当我的哦，女媳妇房送个乡下人来，这个事体我们龙江的，你看搞得这一盘香，私下一想没办法的，你不要太孤单困难去西方，这心娘也跟着了，娘你外祖天涯往们起婚，得命只有姑娘刚刚一日之后，这私下盘香，男人我来没有想，这心私下来哪想？不过我不想来想去不可能，林志文他的姑姑那个女婿呀，他一个农村一个女婿，林志文那是得法的，不是无辜吗？还是相生，那么现在林志文嘛，我想想不可能是跟定那个女婿的，那么现在沈相夫爱你三天，自家分货不高难办啊，啥人是跟不过那个女婿呢？往东脑筋，西东脑筋，想那个接办法，嚓一下，我给你等得来做歪个，顶简单个办法解决问题。拿林志文，请到你花厅朗向来谈谈，分身到徐玉娇那，拍台拍台，他门里呀，耶。你们拿到昆山来当中日的亲，那么昆山啥个亲，跟我定了啥个关系，你高兴在沈相府有啥顾客他是很猛的了，猛我来十个叫龙门要跳，举动要走，十五载为进阶，那哪来白菜有助理小姐请客，殷勤招待，送外沈相府，西部府在，相府郎相亲来，耶，
那么兵不服心脏的为何必杀？哎呀，我们与那里有年天绿草两米多，杀人都听杀人的话。现在够他死，一拼当时王帝的阿哥，哎呀，变得兵不服气干的，我碰到兵不服啊！你神仙参与问，林志文释放，神仙官做出马去，这样做，嘿嘿，我要大赦立功。吃了年龄多少？自古林志文得够定人不得嘎干，干嘛呢？花刀在鲁莽，科技蛇心人说说实实。我们里面不过多林志文白，还不解决问题的呀？兵不服一趟两趟来拆，你哪里？三支箭总归要开刀，这也不总归，这在那热心人的。马少爷，三世通天，上头追门路，你投名热心人，啥地方去搞？你热心事呀，在个地公里，你去各个上，你落得来。再杀搞不成，怎么着？我决定现在今朝林志仁是高定的女婿方，不是高定那个女婿白少的两条路。嗯，那么聪明呢，这个办法再通当不能通当，你啥心情不要把啥个事情学的得的虚的真假，取得真假假设，官司心腹当场高兴啊！是这个这样的啊，那样呢？你跟我准备啊！啊，一方面准备酒菜，一方面准备银具。一啊，一哎来来，哎，也不个总准备过。哎，个银具这个酒菜呢，还隔了一层。哎，你听不懂是吗？我老爷跟你说了吧？把林志文请到这里来。那么方才师爷不是说吗？林志文殷墟是顾太师的女婿，但是我们不大相信。我那不相信，所以我要问一问。林志文说是太师爷的姑爷。那么本县拜礼，你们大家口头请安。一个东西他不到好里来服务了马上这个好酒好菜，这个恭敬姑爷。对，应该可是吹吹打打，可是也送为丞相府。哦，好的好的好的。如果说他是不认得太师爷的，那么本县一发脾气呢，这个当差你们后面就冲出来。那么你们什么时候来喂？那么马上这个花厅就是大堂。对，花厅马上被人工挡塞，那么就是用大刑。对，那个能够动，能够动的。小工，对，事情成功呢，兵不服众中有爽的啊！是啊，所以你们的准备好啊！对，规则一起准备，当差准备下来，屏风备雨准备，银雨准备都准备，还水库了要颜色，苗栗不得马上发脾气，发脾气冲出来水支持他，那么现在规则搞什么？你到这个白房里去，把这个林志文叫出来。这个不好说叫出来。客气的还是请出来哦，清理起来是吧？这个本性跟他谈谈心嘛。这个你明白了没有啊？这个来哟，你本章那么特意靠气清，那么留下来帮他背面孔，跟面孔那背都哎呀，是不是要革命的呀？哎呀，这就是这残疾应变嘛。残疾应变，残疾应变，关键是看他是不是姑爷嘛。对，晓得吧？啊，晓得。去请。那么你去请，晓得的。来。两个十早赶到北方到里乡，看见林志文送好了了，百姓赶了相对不必啊，有林志文一口嘛，当场林志文拿嘛还无理无的刷新嘛，非在以前可能是发生大的公道，跟我想我来送来门门送来铁柱铁柱想不想就离呀离，不离了门啊不门，是至少个名堂啊，甚至阿伟都要来门子，所以不出声来叫一声哟大叔。啊，叶林志文啊，
这个呢老弟来了红厅了啊，这个不是你听来的红厅了下来要他的徐的徐的呀徐啥的嘿嘿亲啊你们林子龙过了几个子哎我当杨丁兄也不是也好的天都高你们听来生活上够上徐的兵哦可是林志文家的聪明人，那第一次是在大街，可是这么我都弄不清爽。搿日子，你要到牡丹上询问，中百姓大闹公堂，老是讲难好干。搿个事体弄在上世纪，你吃过头，弄得嘛苏门不杀光。搿么两种法子呢？那么你弄不弄？还是硬上咯？预备农户上银发，那么你多那？那么军政哪能法子呢？当我来带队，大家要预备农房子，房子是去了动荡浪向，弄那个欧出出来放，所以当我现在是现在，在当阿模样，农房子是老的，因为呢，我分享的呀，跟我心里想明白的呀，对，那么应该出去。大说，哎。请你随便应答啊！哈哈，对对对对对啊！一路打过来到虎厅，林子呢？来要了让上去去吧。这那是要先打过来嘛，客气了哟，我也是没客气啊！大老爷，小生林子文，季老爷，客气的要去我嘞。杨定正下麦，这现在是狗咬你，可是我不要得那句我来的，不好说了啦，受屁股的气，哎，苗队不在局我去比当地，哈哈，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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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来来来，这个去练子，出来，力量起出，把匕首我都已经准备好的，这个邻居们来一旁请坐，哎呦，谁人我也少啊，当年当我本人做得来了。这说说你们小规矩反正不大老爷这一次小神哪有走无为哎呀本县爱民如子嘛啊旧话取台哪有不足之理嘛来来请问请坐是是是东西、啊、老爷来送茶虽然要送走了哎你知不知道用白走呢哎那我要送走那么容我懂耍个胆子呀！哦，你晓得自家肯定是讲闲话，动荡了身门的情况，硬要用言语搓推搓推。现在在什么路讲事？你到外头去，我来放知识去呢？反正讲闲话了，算了，所以松手。那几下真的该来里上面吃，吃上不吃便是输。这用得着，打挪过来。还有口水往半边一放龙金龙米的还是没喝干林子啊啊啊米的这是的确不错真的是那么杨林子啊革命的人啊还是神仙府的女婿啊哎呀林志文大老爷这个听说你不是昆山本地人是那么你怎么到昆山呢林林我们传递谈谈啊不要顾虑好不好你对你妈妈哪能说感觉是不是来询问我我们想这样细细的在讲这规矩啊各种不是用得到在门的耶十倍相公约六倍既有来的根本来这样说为主啊当时荣光是为扣工根本来再扣一扣就写着了上海台的政策我也闷了那么俺能够说啊十倍向公堂来去扣可是在第一领职能不够少期嘛我也是在来靠靠气气你讲能我也是要说不来听的啊老爷哎你要说问小什么哎哎哎哎怎么样呢大老爷哎哎共享我
阳神哦，凤阳人是呀，就是朔风阳道风阳社连道有九斤荒这个地方吗？真的是哎家乡是挺苦啊。相公是是对对是庄稼神哦，种田的，种田的，关键的关键就是你这个老婆，嘿嘿，阿还是固定人的奴，我在阿三奴阿三奴阿非要去过的，关键的让女兵生了，那么请问甄夫人，她一定是好出身吧？我的计划。哎，你在问我哈子？这哪个说法？我与谁？搿不在问我？用不着问高三的。啥子？你现在要问起高三，非得问高三啊？是好出身，在听闲话当中呢，音律当中唯有意思了还。大老爷啊，那哎。娘子已是农家女哦，我娘子已是农家子女，又是种田人家的啊，急着了，老高还是做夫的，给我外高，因为要起立的，你上高个张儿子在，所以人女才能够是农家子女。来了讲高三读不读书的三条各无非讲不那个总只有不听你所以来一我与他一对口瓜同一根灯这里来是别的地方不去要到昆山那么昆山有亲戚咯对亲不女哦头亲不女是可是不得孤相夫啊对亲不女吧神仙夫了咯这个林静文呢是那么尊夫人这个在昆山有什么记名亲有没有啊？干父有没有啊？啊？你过到几话呀？那今这门的是真的高些，坐上那个高些，我以前啊，哪得你？现在嘛，说叫门的亲上山，门高些，还有啥个亲哥，还有啥个姑王亲？哎，爹爹妈妈，这个姑王亲谁是有啥没啥的高？非来上天那么我刚我反而是宁愿过方天一个五百至于阿爸刚不在听那有啥过方天收拾林子文做你可是我们基地也不现实三个出生勾起命令
不了郭炳顺作为技能，根本不晓得哪桩事。所以现在讲不能来药品吗？大老爷。有的人高举佩剑神落去，来了刚有一次动力佩根不听高举命令，这个是没啥道理，那么身为一种趣味，一种松开下雨神，那是刚真正一喝得一种松开运动的勾起命令，这个有啥意思呢？没意思吧，是我家兵家兵是谁发来的鸡鸣之气，总得了俺们三年这里人杀个孤王去。林兄弟，那么邻居们，我们昆南有谭师傅故乡爷老人家，你认识吗？有亲吗？啊，嘿，今天就说你们的话，为这个林子们才听不懂，这样老怪我刷个台里呢，刚才问我高些，现在说是听上的公相府，就是你爱亲居公操府，还是你到亲居那么林子们晓得晓得，当着一品书相勾丁人得力上阵，大王一结巴弟兄，这个人不得了，这是我得你没分解读说听吗？因为我让逼贵了，逼贵的重兵，你真正的进到经常不容易的，也输了逼贵战破啊，不能被进位胜利了，不能这个样耍个胆力门给一张武器呢，过到几话啊，老爷怎么样呢？他是一人之下非人真，我家都死的口令尽风马女不敌不相亲，我已过过了风马雨并不相干，不认识的啊，并不认识啊啊啊啊啊！我看你再想一想吧啊！你跟你说都相对，你怎么认得不认得不认得？说你想想。这不是我理我了哦，反正我在吃不清，根本我在刚不能听，不能再想想看，这个意思都想对你，老爷，小臣不用想的啊啊啊啊，与功劳太师并不相识，送你几个，开门口继续，看没有像啥心灵啊，儿子，那是一本老家伙。啊，不要骗我啊，真为的骗你老爷。杨定真心要吃身真是好乐人，他融进了心机，
人包。江松啊松，花瓶出阴天，看到人家风马雨，不低不相的亲，我进了走，花瓶用西烟，水晶两分心，祝困人人在树林子内，十位分人我一去喷得那里，那家往东之中来不生能争，西郊我们正须西人不得杀兄人客光，人快我们来居那么的白面孔道吃了这西人面孔十百里白，刚刚是要洗客气的嘞，这面孔一不光一步嘛，一步印度人，一步老的母女，嘿嘿嘿嘿，腾面孔一摆，来人呐！啊，正是干事，这杀人的凶手怎么坐在那里啊？啊，还要送茶？是啊，你们混得情何地？是啊，明堂跪下。是啊，是。要请大哥来中军用我林志文的把那个车了，我吃我的四斤锁了要四挂的，走走走走走走，撤啦！脚起起来呀！那么林志文明白的，刚是没客气，请我吃锁，但我一条袋袋刚刚洗，现在林志武杰马上来着，那犯人上个这里东关。那么就是门路还有清酒后天还有康塞不够重，以为清酒是不康塞一种子，根本我们各个法还是会哦，我们不康塞我暗示那够高是我们清酒几十人之分啊，你是自三不是提三，根本人之分你不暗示的呀，不需要这么难合适呢，现在在这举我来吧，李良让那个这样灯子拉拉他杯子挪他还是举我来，举我来不是举我来，本来不拿嘛，你来那是当外人说出来的嘛，得不既老矣，两旁比当差经谁的这些一个批当差来说新风在动你听这个嘛，刚才搞了干什么，今朝才是神心不良，这个老爷关照同学睡了之前哪个办，只有带你扣扣，人家今天本贤带你出来别的事根本没有，就是追问你为什么手大刚到将兵部老张房陈永成先生一刀上命，那分明是进展起义谋财害命咯，啊这个在本县堂上快快招供，不招苦供的说话，呵呵呵，大刑的厉害啊，听见话题招供啊，说下去啊，那哈诺兵部府里向老张王一旦上名根，老杨你刚刚这地招苦供了，要陛下撤身就义了，要从苦发落啊，来来说下去啊，哎拿着的刚拿去啊，林志文哪么想不了，这人很无难刚发生的哦，我吓人呢，更是老老实实非必上事要实事求是，你用赢没用啊，那么来着刚林志文不破围啊，身为大家知上了大个人光说天不到时得不
可不稀奇，你说哪里？你们老家里生配如何？对对比那个对对隐居那些好得我不来了，客气我也是没客气，我不要上那呱啦呱啦操我，可是对我不好吃的，是不是不住身来嘛？对真的来要，是吧？啊，大老爷，哎，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不用去说，圣道这个这是什么？本席在审问你嘛，啊，老爷，相连之人并不是凶手，你怎样来问我？喏，老爷呀。真道，真道的姑，谁是要为百姓伸冤力王？你拿啥来问我呢，老爷？将你身入王家落，手提大折布。金发那天地母，养我父辈子啊人，子节多。你明明是养我之恩，也明。你睡的是可以来的，你望空深水王家风落，那个风落哪浪吃的明明无马家上是将我恨，我公当之上十四处王良子到此处，莫非是家大都清空，我是生是女的逼不从不吐，那是讲各种非之谁我非也该方去了矣，进宫谁当白来他工啊，不良犯人，哎，我当中是过来教训我，现在的随便讲点啥没用的。
我们娘老细致，你是供养我们举我来，你不是供养我们娘来细个定情双个问题，好吧？胡说八道，不用大营看来不肯招供，来大营说等不了要怪招你大营之一的没得人知道我是家自保营之前面是要干好啦啦啦啦啦多来三名当各分上各分门下者林志峰要要的如今跟雨下客气跟两个车了几个人过来扶持你林志峰身配结婚的趁着地道上各分各分结婚的给家公过来干了三块六倍两名人只会会开碰当一劳你也想想过这个新民教会正在工作做不好两名人只会会开两个当场让李正阳背起一个钟央视打好钢丝给老爷老婆杨林正带领资本扣扣怎么样招工吧不招口供本县的大刑厉害呀、啊、林志文这你的没隐居没贵没用我玩这里这是我了可还是提起哪里子呢性命保不了小臣如我难找好那么用心怎么来要怪这用心的配上勇那么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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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波魔人水镇啊这滚这滚啊那么领子领子们他过的那个汤汤哪贵我我进哪进就是哎我们不他分开还有关键嗯刷刷你啊这不记得永工人在这了领子们都是爱心得的分享接下来要慢慢的是这些是有第二棒第一步第一步嘎嘎嘎嘎嘎嘎拉裤腿也是是不是现在我不了那些人一口里就在国里一起当当发觉这位病人要发觉的小心两十分解放了眼睛松一松口里妹妹加心出来杨金正带你笑笑哎我不敌你不你当时这个用人错不多的一百道没让地球老爷们反应啊说不说不说用人用过人就还是不说送进来给我一道再用人一个道没让不允许用两种三种人的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是规矩那么现在就是个五百规矩叫吧叫作弊不是打到呼听的这是所以头名十国不中大脑的老百姓好那过得米来的呀那过公听的呀现在人心上靠我定了当然不中大脑火听火听的势必格下肌肉做得皮还得不得一中人两中人中国的一只龙我起手势我弟弟要来照顾杀那个腿我发财个别心上了林兄们是吧还不照顾真是个江洋大盗好吧本县盐局多得很是不是一庄一庄盐局都要试一试啊来一个满堂红吗啊都要上上味道吧啊再不招工继续容盐哎行不行哎呀林之文这样想痛得不得了真叫好是真叫你一个种孙培实在干棍了一百人刚起来第一步谁吃的谁孙培好老子是第一步那么给谁叫公布让真叫好四步是上头木头三根木头两步神但你嘎嘎嘎睡了肉拧个肉骨头那个木头啊并没得了师傅嘞林志文得意茫茫那个三步式的去好你真这真够三样子私营扣当未当了的那
那么当然拼了。王叔嘛，一个人谁破王叔嘛？你要现在要我睡了还，我现在玩活不落了。那你喊我行人去，那么我拿这个石斧磨得来狗血喷嘴，哼，张国文呐，嗯。张阿姑放屁，哼，你好，嗯，咬牙，一次去南平，想你。么土葬光发黑里你想到光发掉掉就不够一不迷真是心想你人死作弊太气神你在狱里打工当去你超人有道理你工当什么你用人可以用该是老百姓来用，那些人乌吃吃登了胡听乱想，私人口张，何必要偷？一声大呼啊，听。每季诗人你母狗总相亲不知说穷死人这句富贵日间年你草菊人命难后心不如生日可言人七八字养我找公费不能长而不放屁放屁干死啊哎这个是江洋大盗不用大人他不肯招供我们再用大人来呀来呀嗯再用一招我把你招供不要多说废话、啊、本县做主啊对你懂什么啊对啊对对对这乖的真正不要你戏这个一招你招要招也没你口气的啊再来再来呢挪过来那啥叫闪灯比一般上灯还要闪高的低还没快这是努力拉过来还破困了哪灯了比不猜闪灯叫老想佛了一个当上挪领之人发去压阵留来口子等下无来的还是靠屁股不是的一个半月挪过来两块两白色的感觉没病的白色么中门的了到时候你上面是没出没出个钢针一块一把十的十张两块么当作两把不得不上钢针念不到伢那么病这个两块么是随着领子们屁股白狼下一把高盛当差领白各种人就立下出来这个失败了不应不当
你觉得兵部副御上一点上水里下挪一个水进个铁狼的，那么我水嘛如果两块门我兵当了，那么容忍嘛狼的啪啪上的哈武器，那么当日七大门的刚正必须往屁股里下资金去了，各种人就接过来，那么还应该为何啊，譬如诞生嘛，诞生还要屁股哪要说去，诞生一针一针诞，还有上两三八针一头诞下去，啥人吃这些，哪一家提狼的高高举起这林子妈妈拿得了，不招开公众人在林子妈妈玩书啊，刚正就刚正，那不两家太独特嘛，我别报了，这次开公家杀个杀人凶器啊，想到了速度的眼睛带一点睁眼睛红贼喷得出年日分都等都不杀东高的一一不发言只有一口为这个重量来用力那么高声朗的高高举起龙吟的啪啪两浪的靠过去其他们两个高声当中嘛努力吃着了一刀过去林子的哇挂脚一声红狗子呀到分发觉呀我的暗哨呸呸各个两块门拔出来的噓噓噓噓这样李蒙的这个血也飙出来带你把马车用狗眼睛再走不再要出港的要要的欲望来走怎么加上的林子人那边你会贴当英雄好昂正个张眼居最上不张我不张的好比较苦哪么个杀配了谁让杀不扣死了都正好了呀连杀不留呀但是个吃了一不留的炸炸不移冲不留的像进的去冲一留呀对真之灵自认皮狗被人擦两擦谁让一黑牛在干上你好得住的哪么这个铁蛋应用好不啊刮一扇风开出来眼睛已经流白过了一气耳气发射外边来呀昏厥小心你得小心困难的呢因为个双腿鱼鱼鱼出啊开心上不用让啊神经就得了那么西呀这里炸鱼他的痛苦自己拿好个温开始以那么这里让我个细菌过来失去做的一个这里试一试那不当领人在当猪肉的那种根本就是一块灯的跳跳跳冲一流那么温开始冲一试测不试冲冲固定之余那么上下这里敷一敷与自己这里包一包空腹慢慢叫啊不要发来了不要得了子口子叫不得是不是与自己包合适孔子真的不好送人否了那么呢高声提醒老鸭子说老鸭跟你啊那叫你这是跟个人是经济不是那个人人居当中没动别人把他用得到西特那边老鸭西特是叫眼皮啊老鸭与谁的根本是一个人不在那边老鸭送怪作弊的呀啊对了往事兵不服车两呀根本等到时间没拉带了趁你昏住的辰光我再把子溜过去你到了你的睡到没这里红颜色的也在这里打好个柳烟到那里睡我个样你们里我那个内容这工的内容嘛你是刚好抵进去的呀一样的还下去拿下啊对嘿这个对面是个等不到那个中心的叫伢子奥克宫决定这个身体昏迷的辰光那么当好训练一起认真学习等到领子们信出来无尽信出来跟人已经禁止到了给双父的了双父的客拿出四句来的就等上六万一的是个章期结束的是在折工的林志文进得不了给他只有不
这关于个中期啊，请教首先认识啊，那么呢向四家湾林志文找物资判价侦查性项目，那我的答应办个中期当初夫妻就叫你四万项共啊投动地的搞了动地叫四万项共按照去共得做好分析，一起在书馆的幸福当中快马加鞭到经济下引步衙门去送分析，今天出来就可以使牛发财，干嘛呢？个张继忠是人工的林志文摆好的顾得兵部夫妻报喜他摸皮是呀，这年意思怎么做到的马西很没开心，那么粉丝经济不等于你在林志文杀的了，那么杨林成的目的嘛，根本是要努力的，马西很得跑地买的负担五千两啊，等着林志文杀的人对于落子的那许寿一分不舍送到那与他们来，至于还没无心五千乐杀林志文几百人工的，那么沈相府要登为营业，嘿嘿，那白，无为。